黑天鹅是流光逸婷的译者，同时也是一位占卜师。他总是以温柔的微笑聆听着别人的语言，因为这样才能够深入对方的记忆，掌握所有的资讯。他的兴趣是收集独一无二的记忆，但他背后的真实想法却让人难以捉摸，是一只非常神秘的角色。